院就你没有签字了，什么人签呢？我还没有想好呢，我们还要考虑考虑，考虑考虑。条件，哎呦，跳舞健身带三个条件了。你要先答应我。哎呦，谁怕谁呀？啊，谁怕谁呀？你赢不了。哎，我们看你了，哎，不怕谁？我来当裁判，三角两身。哎，先比难度。人穿着，人身材，我干嘛先受洗？能行吗？血迹赛马听过吗？听过。胜负难料。难料。哎，第一位啊，预备，开始。
而已，书往字哪底啊？哎，我完全是七千万高毛做不转弯。哎呦，这爱了方方跑走，有声有色啊，奉陪到底。他们两个见面就吵架，他们这是就为了当年考你哦。两人这心结疙瘩几十年了，这吴干妈与孙大妈之间，他们俩一个正讲，一个好生，出了脑门尽是死。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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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讲好了，我要是赢了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哎呦，又讲条件了，啥个条件了？张电梯，我们但愿就你一家没有妾室，你就娘一步吧。哎呦，凭啥要我娘啊？死亡要算数，不算门面壁。哎呦，我是三国人的孙子，我老张没有面壁，没有面壁，没有面壁。你是什么他开始谈？侬讲啥？我是施主，你是啥？你是点哎呀跳蚤啊？电梯跳蚤，腿脚噶好，腿脚噶好，撞啥个电梯了？一步跳到，起来，慢慢的。哎，魏大妈，不要对气，女娃好好生，女娃好好生。谁对气啊？啊，谁对气啊？我才懒得跟他。哎呀，就算是我们对气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我是社区的工作人员，掉毛的。是我的责任啊！该管的不管。哎，楼上东西跑，掉家门又是鸟。不管东西跑，这人没进到。哎，谁去顶错乱七八糟？谁来管？谁来管？外遇呢？上面的谁生了半天，还是没有人管。哎，谁？哎，外遇、哎！他们乱得紧，你管不管？不管，管啊、我们乱家子。啊，谁知道你请不起孙大妈？这么根本就的事情不能乱讲。李老师，这人家小姑娘年纪轻轻，你这样讲，哎呦，影响不好。孙大妈，我只是向大家和和睦睦的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没有别的意思？哎，我没有意思啊。哎，孙大妈，孙大妈有意思。哎，再说，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。哎，啥个意思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正家走出了门，我看他是苍蝇进了玻璃室，到了古洞房啊，与光明没前途。嫂子人，不好意思，请你帮了倒忙。
将自己一死。
戏越来越早，为什么女子貌合越来越薄，为什么香无彩衣越来越早，为什么香烛好似越来越浓。
子来了，找我吗？啊，路过，路过，我是三楼只有楼梯没有路。啊，既然是这晚子，留下吃饭吧。这，今天小年早往留客。哎，天阴沉沉的，要下雪了。下雪更好，老天留客啊。冒昧，当家走吧。嗯。李老师，你过成过年啊？先生是做地质研究，常年在外，我一个人习惯了。啊，那你女儿呢？你回家过年吗？啊，回家，回家，年儿几时回来？回来，还是盼过年吃个滚滚圆。你知道南京人喜欢吃什么？我这老太婆唠唠叨叨，确实有点。这孩子今天真贵，什么啥都啥不得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回来，回来。李老师，电梯未解决，未来。碰上比累比累妈妈累嘛，万有人没有钱时我这样，我这个大心饭非要捂着肚子为报工作，不管不管，我们今天就好好过小年。来，上上我做的十斤菜，十斤菜又叫十样菜，暖气人过年，这道菜必不苦少。
味道太寡了，我不喜欢吃。我女儿也不爱吃香菜。李老师，你们这些小孩子一个样挑食，香菜寡则寡矣，地位全靠他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帮你去做志愿者吗？是因为你想我的女孩子。
我们这么多忙，这哪位你们老朋友啊？谢谢你，不用谢，你真棒啊！万事要谢谢孙大妈，你谢我？哎呀，都是我对不起你，嫂子人。Thank you.
曹夫人是云斗唐衬衫一股式服帖。王博士，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，大家今年也准备了一点补偿。哎、不，这怎么好意思呢、啊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王阿姨，这是你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孙大妈，这是你的补贴款。啊，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孙大妈。在医院的日子里，我也想明白了，远亲不是亲邻，邻居好，谁亲吧？好，孙大妈，你已经收下了吧？收下吧，收下了，收下吧，收下了。哎呀，这节目真的不能收。孙大妈，你就收下吧。孙大妈，李老师好解放啊！宣布古洞坊小区安装电梯事宜全体妥。